Welcome back to Wild Shanghai. I'm Blackwing Stilt. Today we are at a small forest near the outer ring of Shanghai. This time we got an expert on insects and bugs. His name is Song Xiaobing, and he's also got an easier name to remember. It's 扁锹甲, stag beetle. Hello, 大家好. Okay, let's go. One is ban yi la chan. It has a mouth part like a needle that can pierce into the plant and feed on the sugar sap. And when it cannot consume all the sugar, it will pee. And the pee is actually sweet. When it opens its wings, it has a red color on the second pair of the wings.那这个的名字比较搞笑，叫阿塞金龟。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叫阿塞金龟。甲虫就是它的前翅，就变成硬壳了嘛，我们叫鞘翅。它已经没有任何飞的功能了，所以特化了。它飞的话是前翅打开，然后把后翅磨制的。我们看到那个咖啡色或者棕色的，靠后翅飞，再开，飞掉了。这个其实喜欢去逛花鸟市场的可能会熟悉一点，广义的大类叫拟布甲。对，它应该是这棵树上之前有。 长真菌，它是啃蘑菇的，啃真菌的，所以它跟大胸甲会一起出现的，挨不到的一个特点。这一类拟布甲都是有防御线的，所以会有一个很难闻。<笑>哦，来了，你要闻一下汽油味。哦，这个味道。它在我手上有这个分泌物，到第二天我手上这一片会有一块黑颜色的，变成咖啡色的。当然你不会有痛觉，大多数的甲虫都是吃肉的，但是它除了吃肉，也可以吃植物的种子。青布甲就是它们的前胸或者身上都是有那种。 金属色的光泽，搞像这个虫比较老，它前足的那个腹节已经断掉了。现在上海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松鼠，我们观察到会吃这个东西。但松鼠可能以前在上海分布没有那么广，它毛最多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在前腿的内侧。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层金色的毛。因为触角对它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感受器嘛，所以很多昆虫会进化出各种各样的结构去帮它们那个清理触角。 黑颈钩蛾中就是草虫类的，就是有一个很好认的，就蝗虫蚱蜢，它们的触角是很短，像火柴棍一样的，就中丝类的都是长长的，细长的触角。跳跃足的基本上都叫蚱蜢。然后它们这一类的这个产卵的结构，你看是一个很扁的，所以这个都是产在植物里面的。蟋蟀和油葫芦它们是产地下的，所以会细一点。This one is a juvenile of a grasshopper. You can see it doesn't have a wing. It has very long antenna. 这一类是杂食性的虫子，而且它可能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捕捉其他的小虫子，包括我们的蝈蝈，养的就优雅蝈蛹，花鸟市场那个很大，那个就是杂食的很厉害，那个在野外是可以抓青蛙吃的，装的还挺像，屎或就齿蛾科的，就是正常的。 蛾类大多数都是腹足最长螨的，所以它们整个腹足可以爬，但是齿或只有最前端，这个是它的真足，真的腿，这个齿拉屎的，后面就这四条，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它走的时候只能咕叽咕叽这样。淡水海绵啊，大量的分泌，然后很粘住。 <笑>是像老早的浆糊一样的那一层东西，看到吧？之前的是液体，就变成这样子一个粘性很高的，所以它的防御其实很强的。
Today we have seen a lot of insects in the night, and we also see some interesting behaviors like the cicada emerging from the shell or the spider mimicking a leaf. So see you next time in Wild Shanghai.